national team and so decided for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从开局来讲，许昕打得还是比较活跃，而且呢，这个漂亮的球，今天许昕他拉球的。 进他的这个白短。 但是我觉得王浩然那一天，我觉得值得所有的人学习，就经历了三届奥运会变化的，就是每一个环节，你如果把握不好，可能都。 这个天河体育馆，可以说是这几天观众最多的。这些观众朋友有幸呢，在。Oh, a little. Itself to over the table play. Look at this wrist, completely parallel to the table. So closed, he opens up.
serve right now. Normal serve. And he's missed it. ...和判断能够核心点。 你像周宇他就2-1领先，那这种就都肯定是会发生的。当然了，就是我想的是比较多了，因为昨天晚上我们也开了会准备会，包括后面总教练刘国梁也找我，也。 我们也在一起聊了，最后我们这个刘小龙、董宇辉，我们又聚在一起又在聊，所以呢，对各种困难呢，我们是做好了一个准备的，而不是说。我们看黄磊现在许昕的这个动作，对，很特别。为什么他在指自己的号码布？他是世界第一。